点啦，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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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你好啊，嗨，哈喽，所以你是谁？介绍啊，所以你是谁？你是亮，我是大达。介绍，嗨，大家好，嗨，大家好，嗨，大家好。原来你叫嗨，大家好，我称呼你嗨，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做达达，大家好，我是为了发大财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。哦，女朋友回答也可以叫他达达，没问题。达达，在场的人都认识吗？要给你介绍吗？不认识，我们要站一排给他自我介绍。站一排，配合顺序来。站一排了，是不是？来达达面前介绍。嗯，我是 BOBO， 第一个是 BOBO， 好 ，OK。太快了，快啊，速度，迪叔，快点。哦。嗨，我是迪叔，我是叔叔。你好，Hello。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是尹月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。Hello， 我是 Fanny， 我是发发。你好，哇，你好可爱哦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了。嗨，我是繁星，炒面包很好吃哦。哈哈，笑。中毒了，中毒了。Hello，Hello， 中毒了，中毒了。哈记，安奈，我是哈记，熊猫咖啡厅在新店哦，有空可以去看看、哦。等一下，好像我付了很多工商费，等一下。我是巧克力，我是钱钱。你好，好可爱哟，好可爱哟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哟。好傻，好傻。哇靠！Hello， 我是小雨。Hello，Hello， 薯条很好喝，没了。哎，谢谢啦！进不来啊，进不来啊！我们要等介绍啊，下一位蚂蚁。我是蚂蚁，士林大香肠很好吃哦。哦，感觉很有劲。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来比菜。下一位二零零，二零零，嗨，我是二零。你好 ，Hello。我没有去咖啡厅。很难过，听起来太难过了吧？听起来很难过。见不见？哎呦，嗨，我是团团，然后我是团团，嗨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咖啡店店长，咖啡店团总，老板，老板，团总，老板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我们首先就先来基础的猎杀战争的玩法，好，还记得吧？忘了，轮流会是有一个人成为目标，所有人都要打他。那你要嘛就是躲过三十秒，要嘛就是从箱子里找到第一只星就可以躲过一劫。哦，就是这么的简单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第一轮那个达达有免死金牌，好，好，太棒了。只有一轮哦，发发的没了，没问题。有谁还需要免死金牌的吗？我，直接开始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玩过这游戏，我是要免死金牌的，我也是第一次，第一个目标公布了，我怕怕，打打打打，月月。月月在地狱那里哦，因为刚刚很多人在地狱没看到，月月躲到哪啦？鬼没有要死，鬼没有要死，鬼没有要死，没有要死，就躲他们哟。对，三十秒，哎，三十秒很快就过了，他快结束了。地狱没看到，地狱没看到，他躲起来了，他在外面抽车，他在外面抽车，他隐形了，不，他在外面，没有，我看到，开始之后我都没有动作了。你在这，快跑，快跑！第一位有道具，接下来都是没有道具的，所以你要努力的跑。哎，大家有看到？繁星在我这里，他在地狱那里，地狱那里，我刚追了他。不要，你没看到？地狱，我追他，我追他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把他，我这边有好接应，接应。
我在地狱没看到人啊，你是在骗人。那巧克力你明明是在外面。他乱骗，我还相信他。我想说你是在外面，你在那边地狱。我在停车场说他在地狱。你们太过了，我都不信了，太惨了。刚感受到底是爱绝了，蚂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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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？小雨刚说我来了，还是点心？一楼，一楼来了，没有，不对，这不是蚂蚁，不是炒面面包，不要回答，哪里有炒面面包好吃？哇，好强啊！好强啊！为什么躲过还会惨叫？好扯哦！没有，因为我在砍他。迪苏，迪苏，迪苏啊！迪苏，迪苏是哦，迪苏在树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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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树树，你在树呢？秋南，秋南，长眉毛，他在下面的湖边，湖边，跳去，上去啊，上去啊！爸爸，你怎么绕过来了？啊，哎，啊，有间谍，有话好说，迪叔有话好说 ，I love you， 有间谍。没看到，贿赂了。小雨在外面，小雨在外面，小雨在外面，没有在外面。他在取拿吗？有啦，有他在取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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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取拿。上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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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有箱子啊？往地狱，往地狱，往还没有，还没有吗？他在小房间里面，小房间里面。太多人了，哎，你走了。好凶啊！你好凶哦！我觉得是我。哎呦，达达，达达，他在地狱，他在地狱。哎，第一轮，第一轮。哎，对，是第一轮，他没戏了。我们只能拿手碰他，拿手碰他，打招呼嘛。从手碰他就。Hello， 达达，对啊，会把达达打死啊！哎，达达打死了。他掉岩浆了，他掉岩浆了，哇，那就没法躲啊，韩记哦，团，奶酪在哪里？奶酪在哪里？绝对难倒你，不要了，我知道二零没吃到炒面面包很生气，二零一直砍我，二零进炸了，二零炸毛，要吗？他地狱，他出去了，哎呦，他如果砍回来，我就刀了他。没有，没还没有回来哦。哦，他就在旁边那边。旁边，在旁边，地狱，我替达达报仇，反数，苏思明，哇哦，谁呀？谁这么气呀？我替你报仇了，他的思路怎么跟傻瓜头一样啊？这个不能，我刚刚要打你几拳，哎，巧克力快跑！哎，哇！我在外面哦。对，我在外面，我在外面。你在哪？附魔室有没有附魔台那边？不是附魔台啦，酿造台。酿造台。出去了，出去了，他往外面走了。酿造台，爸爸打他。啊！爸爸，别说了，打就完事了，擦一下。迪叔打，迪叔进来打。别打，迪叔，迪叔，完美啊！巧克力要躲了，巧克力。我们要第二轮哦！你们这群人，你们那个哦，很危险哦！我跟你讲，呱呱，哎，刚刚这是不是？爸爸你在哪里？我在你们这里。爸爸在外面河道，没有醒来你，我看到你了，你不要躲了，我来了，不要啦！我快可以打到他了，太远了吧，妈妈很会跑哎，追不到啊，发发，追不到的，不要啦，哎呦，哇，掉队哦，你碰过他一下，完了，嘿嘿嘿，可惜啊，
再来是不是迪叔了？哎、欸，二零二零，哈哈哈哈哈，二零这个臭鼠蛋，躲起来哦！哇，二零没有，他没有在停车场，他没在停车场。二零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二零怎么可以这样？他就会生气哦。我已经生气了，你知道你之后来台湾吃不到炒米面包、哦。好吃哦！你怎么可以诅咒人家店没了？你很过分了、哦。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吃几个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播报十点后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难怪炒面面包这么好吃，我知道原因了。哎呀，巧克力哦，巧克力，嗨河道，嗨河道。地狱之心，哎呀，打架喽！阿爸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走，我们去上面揍他。揍谁？你要揍谁？你要揍谁？揍他！我们上去新的，我们先打迪叔，我们先逃命再说，先逃命，先逃命再说，先逃命再说。来来。你先去打迪叔，不要打哭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又走了。哎，我们以为你后面有一个迪西。我看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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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迪西，那谁？我是先动的。他们都在二楼哎。二零，二零，发光了，不要躲嘛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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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了！隐约大魔王！哎呦！发发挑战巧克力！哎，你好！我们车轮他，我们车快来！月月不保了啊！月月不保了！我打不赢他，我打成他，交给你了。我没有见了，我没有见了，我不见了，不见了，我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为什么？不见不见了，不小心 Q 到了，不小心 Q 到了，我没有见，我见，我在用剑打。哎，你们，哎，你来帮副手，你们来帮副手。啊，没有啦，他在快捷键最后一个啦。假装看不见，然后最后想说放副手，然后感觉人家拿剑在打。羞辱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大家就知道这模式怎么玩。达达没问题了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努力努力。走路要小心，不要掉到岩浆。你在掉岩浆，我们真的也没办法。对，那我们换一张。有警报的是科技城市。科技城市，哎呦，哎呦，很清楚呢。哪有科技城市吗？科技城市，未来城市，科技城，科技城，一样啦，一样啦，不要吉娃娃城市，有个恐怖。想说科技城市在哪里？一定很可爱，一定很有小小屁屁，不要吉娃娃，更有气氛哦。波妞城市，极速领域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怎么了？怎么打打怎么了？我刚看哈基穿墙过去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对啊，射中中心，你看你射中，哎，有了！哎呦，哎呦，你已经射到未来城市去了，已经射到未来城市，原来是穿云箭的，一定是穿云箭。走过路过可能都会踩到警报器，一只穿云箭的。千军万马，有人在我这边啦！谁？是谁？第一个有那个道具。我在地狱门，我在地狱门。没有地狱门啊？没有地狱门吧？有吧？你这样说吧，我就过分了。危险啊！所以未来城市会有地狱门是很合理的事情，所以可以回到过去这样。啊，回到过去。时光机的概念，时光机，时光机。你家有地狱门啊，你可以下地狱啊。哦，我本来就住在地狱里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是这个地狱好可怕。Devil 地狱。哦，不，有啦，我在地狱了，我在地狱了。那我们去地狱找你喽。只能靠那个迪叔了。
为什么？闻他的味道。对啊。姐妹同心。姐妹同心啊。对啊，欸，你们两个是姐妹花，你忘记了吗？我又不是。啊，我都是。你说你好好啊。哦，我做了什么？你用你内心的深处的歌声呼唤他，我听到你内心的声音，我躲在这里，巧克力，生藕，生藕是什么呢？这是你有可恶，想都知道生藕会嘛？哦，原来你的屁股在找我啊 ！OK， 高，你笑太假了，高起来，高起来。是开机了吧？哎，看到了，我在这里，嗨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对对对，那个太远了，我要躲起来了，再见。我在爸爸后面，在爸爸后面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你好，浓缩在那里，我满头脑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我被找了，被找了。我那里没有西瓜哦，西瓜。哎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刚在中间，刚在中间，巧克力，他在那里，他在那里，那里是哪里？哪里？这里。怎么有人擦肩而过？有跟我擦肩而过？巧克力，你来一下啦！来啦，来啦，来，抢来啦！来啦！巧克力，你是怎么？你没有坐下，你跑走了。你要不要准备礼物给我啊？哒哒哒。达达达达，达达达达，刚好像看到达达哎，达达，在这里给你三秒，给你跑，要不要？有，正在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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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达达在这啊，达达打死他，达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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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达达在这里啦。二零在干嘛？二零，达达你快跑，你快跑，打打打！活下来了，活下来了。二零刚是认不出来，二零二零都电流的话，你刚是认不出来，怨念很重哦。迪叔，迪叔刚刚在我旁边哦，迪叔，迪叔，迪叔在这里，小雨回头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边，我在另外一边。哎，好几回头，好几回头，这是打打，这是打打。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打人？奇怪，迪叔咬人啊！迪叔，怎么你们反？他满血，他满血，他发光了，在另一边。哪里？哪里？哦 ，no！ 啊，妖修，啊，妖修，妖修，妖修哦，一样。小雨是没当过啊。还没吧？对，二零二零二零，自己人，都自己人，都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二零没，二零在这里，这里在桥桥这边角落。对，这边发光的，这边发光的。我哎，你附近，爸爸，你附近。好，我附近，我附近。刚刚在这附近。我放枪，放枪。耳环，没看到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在哪里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哎，不对吧？怎么只死我一个啊？问号。等一下，我也要死了，我觉得。最雷的。白发，爸爸，爸爸，赶快来陪我！爸爸走，可恶，没有，赶快来陪我。不是，这都不是。爸爸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是发发？你要砍我？爸爸，不要！那个发光了，对对，他往中间走，往中间走了，中间中间是不是？是雨月？有啦，没有啦，有啦有啦，月夜啦，是发光啦，那边另外一侧，另外一侧，哪里？哇！这个不是篮球场吗？哇，这张好难测呀！好大哦！我觉得不妙了，我觉得不妙了，很危险，这里很危险。隐约隐约，哎，啊，没事。啊，嗨！你的面包来，我没有，我身上都没了。哎，太夸张了！你不是不妙了，不妙了，我是啊，面包我拿走了哦。但是每次都找不到第一次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突然找到了。开店转运，开店转运。哦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！哇，好远，好远，好远！误会，误会，掉了，你砍了六六六啊！哦，是蚂蚁来陪我吧？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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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
这里，红色砖头洞。好，对，砖头，爸爸这里啦，爸爸这里啦。哪里有？哪里有？哎，让我开个箱。耶！没问题了，好不好？音乐是不是啊？里面都没人，怎么到我这里？我不快完整了，我不快完整了。然后你刚刚在那里旁边的我，音乐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给不给完呢、啊？太幸运了吧！繁星，繁星，好亮亮的。方法在繁星旁边。哪有哪有，他们就我又被哎呀！我今天怎么都砍不到人，我怎么都砍不到人啊！我我丢虚弱，丢虚弱哦。我是爸爸累了，别跑，别跑！哈哈哈哈没没有，你是小雨啦，你是小雨啦。我是爸爸啦，维西亚啦，买的维西亚啦，维西亚啦，爸爸，我给你冰雪。太难了，繁星在是谁？阿纪是不是？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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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纪在哪里？阿纪刚在附近。在哪里？巧克力，哈哈！巧克力，哈哈！巧克力，哈哈！他在哪里？我在你心里。那你给我出来！你把你的心拨开来啊！这里，你跑快一点啊！二零追不到，好笑。在达达吗？达达。哎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所以是达达。啊，对对对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啊！出大事了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帮你卡，我帮你卡。有了，我怎么没办法穿过爸爸？哇，我们只有打打打打打打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在哪？达达，你可以我看到了，达达，音乐都在转，左手右转，看我们第一次左右转。达达，你看一下箱子，达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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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没有，前面箱子，前面箱子，开起来看，开起来看，开起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你拿一下你的钥匙，有东西吗？你看你吗？有有有有，对不对？开开钥匙，开钥匙，开钥匙，来来。又他从阴间出去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迪叔，你跑到门口，是的，没有团团繁星，后有你呢，哦，夹起来，这游戏我快笑死了。二零，二零刚也在附近，二零，二零，二零刚刚手剁了迪叔哦，对，对，还在红装吗？我看到了，前面好远哦，刚刚达达的开箱子地方。好远，好远哦，好远！我看到，还蛮远的，悠悠看到，太远了。然后你的目标就有钥匙，钥匙开箱，哇！下一个，喂喂喂，下一个是谁？发发，发发，发发，怎么办呢？发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要追我！不要了，不要！达达有没有看到？达达眼睛，有有有，我有看到。没有啦，达达，好像你他发光，他发光，太远了吧，发光远了，哇，怎么办？没有箱子，发发，你东西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东西掉了，啊，我东西，发发，你看一下后面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花纹，躲开了，没箱子。再来现场啦！不要啦！哎，我刚刚怎么跟你们一起追人呐？店长，我怎么跟你们一起追人啊？店长，你是爸爸下一位，你都忘了？我忘记啦！交出面包？没有啊！吃光光了！蛋糕。应该难了，难了，店长隐形了，这里，这里，就这里，
你怎么没说烤面包会隐形啊，店长？哎耶！下一位，太棒了！我变院长了啦！店长要来打架了，店长，你是谁？打架！店长，院长不要啦！打架！我们去找别人啦！我们要跟爸爸打起来哦！没有，我没有打你，我没有，不要找别人吧，你不要找别人了，不是，我看你一直冲着我，哈哈哈哈哈，你找别人，我怕，大家加油，打到一下，打到两个，差点。哇，两个大魔王，月月我害怕。等一下，最后，空手，空手，来，然后谁的拳头比较大？哎呦，目前是的拳头比较大，拳头比较大，拳头哦。哎呦，空手变西瓜的呢？空手劈西瓜，跟你讲，我手就是西瓜刀，多少颗西瓜死在他的手上啊！我只劝你们不要指我，我就是要拍，那拍可以吗？是什么 fly？ 下一个 fly。Waterfly， 换其他模式，好难，我好像很久没有玩那个攻守，它是分两队吗？我们十一人哦，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人可以耶，yeah， 就是会分队伍，轮流攻击对方，哦，就是等一下会有一队是负责攻击的，其他队伍就是负责逃跑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 然后，因为我记得他不是有随机分队吗？没有吗？哎呀，分成四队哦哦，轮流对决的哦。哦，每队就30秒哦。好，什么影响？忘记了吗？就是战斗起来就对了。一，好。四色商场，好，星际大战，星际对，真是星际大战了。哦，什么？噔噔噔噔，谁跟我同队啊？哦，星呢？星际先打蓝队，先打蓝队的 B， 我现在是先到各个阵营的颜色吗？是吗？没，你想在哪里都可以。队友在哪里？哎，我们队那只是躲藏的，你可以去找箱子获得东西哦。没错，不，繁星哈基现在是攻击方哦。哦，对耶，我在干嘛？对，他们入侵我们的村庄。我也是绿队的，王子的。我你也要吃卡？小布力，小布力，再一下。啊！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完了，我们赶快保护我们的村庄。看下一个会是哪里哦？绿队是我们耶！帮我报仇！对，发死掉了，你死了哎！帮我报仇 ！Early， 走开！这队不是这队，他们是蓝队。蓝队比较坏啊！蓝，我今天看得到他，我想打他。没时间了，美女！啊，你怎么有？剩九秒，阿里活下去！阿里，红队快要被剃光头了！红队是要打死你！哇！阿里，你是我们的希望，是我们的希望，守护你的村庄。红队是打打哦，打打。打滴滴啊！打滴打滴，打滴打滴打滴。蓝队还有三个人。滴答滴答滴答。你说我错了。为什么打打你？冷静。看到人在打，没有隐形的。
他急于救我，他能救你什么？他能怎么救你？我这里有迪叔啦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不要。那你去看迪叔，你砍迪叔。你有道具可以用啊，你有没有加速？他去跑去黄色商场 shopping 了。我东西不够，我买一下，我买一下。啊！要换人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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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事。换蓝队了吧？从没换过蓝队，应该是对蓝队攻击。哦，蓝队很多人呢、欸，对啊，蓝队很多人其实很恐怖哎、欸，快跑啦！快跑啊！快跑！有了蚂蚁，可以玩蚂蚁。我不在，我去买菜了。有，我送你们一对团圆。哇！月，好，没事。屁啊！你要去哪里？抱抱，你要去哪里？大波波，没有了。哎，绿队耶，绿队先呢。哦，就我们嘞！哦，就你们呢？就我们嘞！哇！对，打低速，打低速，打低速！在上面，在蓝色上面。我想你们打黄色的蓝色的哦。打蓝色啊！打蓝色。低速，我帮你杀瓦鲁豆。哎！杀瓦鲁豆！打他啦！哎呦喂呀！打黄色了，打黄色了，打不到啦！怕不会丢你啊！团团不要啦，团团不要啦！没看到人呐、啊，一个人啊！换了，迪叔，迪叔，我们刚好帮你找阿鲁豆，是我啊！我说我们啊！哦，有你有办法？哎呀，人呢？啊，人类跑啊，人类！你是攻击有加速，有到加速，你加速，你的跑跳吓死人，坚持有加速哦，记得有哦。你是加速攻击，哟，不行啊！对啦，不要！迪叔，你这样对你的姐妹花了吗？你完蛋了！我不是，我们不是。是到了收时间哇，你走在那么远呐！去找唠叨的，人会补满血哦。前几位尾刀很重要哦。他们聚集在一起了，聚集了，完了，这样子就没有优势了呢。然后三方对决，三方对决，我们看戏。因为你为什么要倒退路走比较慢？倒退路走比较慢，后面有看戏的，后面看戏的，后面打开戏，打开心，蓝绿，是室友组合，我们是，我们是要为了农药，大大融化，是这个，啊，迪叔，姐妹花，姐妹花，迪叔，献出你的心脏吧，献出你的心脏，大大给哟。说没？下去楼下。你可以用话语想办法规劝他们。规劝啊，归降。我会逼我自己吐的。完了！有哎，哇，好了好了。哎，我要求你怎么从我身前面摔下来？早日归降。别说。我们不道歉！哎呀！我不最爱的，哎呦呀！哎呦，不要！哒哒，这个呢就是帮派模式，来读书，好读。他就是两队混战，嗯，
队伍混战。你如果被打死的话，你就会跑到对方的队伍。哦，那如果你换太多的话，你就会去、嗯、哇，就直接死掉了。我就会死掉。对、嗯，所以重点就是要想办法为自己的团队努力。没问题。那如果那个对方团队全灭的话，也是大家都输，所以一定要让对方有一个人。哦，所以一定要让至少一个人活到最后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雪地，嗨起来！嗨起来！分分呐，分呐，分呐！快哦，红蓝大对抗哦！红蓝大对抗，走！求求求！走了，找蓝队的，找蓝队的各位！哈哈哈哈哈！放弃挣扎，你是叫我去加入蓝队的吗？可以救我吗，蓝队？快点来解救我们！你说你在红色还蛮好看的，你们两个这样子才能够合作。巧克力，我突然觉得蓝色很适合你，红色不行，迪叔不行，迪叔不行，你要带来红队。不要！哦，你在哪里？可是迪叔在我后面啊！我帮你打迪叔。哎呀哎呀！哎，回答你好，回答，回答你好。对了对了，练出你的心脏吧，达达。Hello， 没有，他在给我，他在给我，快跑，想办法不要加入红队，对对对，不要再回去红队了。你说你刚刚追我啦？你说红队吗？阿基，不行，20-20样子。迪叔不行，这里更好，这里更好，那边很危险，大家走，不要那边，那边危险。好，走走走，我们走。动我追得到你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感觉追别人了！啊！谁要死？谁要死啊？我啦！赶紧上路吧！不行！不能全面歼灭他们哦！行不行？你说不用全面啦，就留一个就好了。阿基后面，我帮你，后面，他回头，打，回头是岸，打，打，法法，这个攻击它有一个蓄力，要慢慢挥，不能挥太快。了解。法法，不要啊！走开！啊，停手！啊，咦！来了！我死掉了，这是谁？不是谁？快跑！自己人，自己人，打他一个！妈呀！妈呀！妈呀！救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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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吗？你要吗？你要来吗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直靠敌输啊？会死哎！妈呀！死吗？妈呀！死！妈呀！死！我爱怎么办？完了！我跟你说，在游戏里面我是不会跑步跑到吐。不是，就是我白痴。找你啊！找他们的，我不要乱跑，稳健，再过九十秒就赢了。等一下，他们重生点到底在哪里啦？哦，你说找他们的营地，他们在那个冰湖那边，冰湖。你们这边看戏，一起冲！一起冲！来，3-2-1，加速，快跑！有包夹，包水饺，叫你啊！不，这么快打他！我没有打他！打我了！
小雨打火了，干嘛？来了来了，找到他们营地了，找到他们在那个洞里。对话好奇怪哦，打我啦，打我啦，不要啦，快跑，快跑！你说露营车。等一下，我在追。我帮他打野。哎，走开！哎，发你很坏，你完蛋了，你我一定要帮你加入。不要！快跑！我剩30秒，一起吐！不要！不要！波波来了，波波来了，波波来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波波，我在溜冰场，我的天哪！你不要再追音乐了，其实我扣一点血了，反正我要去追你了。可以来妹妹是你们的妹妹吗？你是红色斧头吗？好，哦耶！哎，你们去死吧你们！哎呦，在跑，在跑，在跑！迪叔，迪叔在这附近，在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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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在这里，右圈圈。哎，吐圈！哎，我没吐，我没吐。是这样吗，迪叔？对，迪叔跟 BOBO 英勇吐了，好玩，这是模式，总是要体验一下嘛。嗯，阿达好玩吗？阿达不知道在干嘛，要努力跑起来，阿达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再来跟我键盘沟通。那再来就是宣言咯。好，达达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只要收集5颗地狱之心的话，你就可以宣告你再过30秒会胜利，50秒。但只要那50秒你都没有被打到的话，你就会真正的胜利。哦，对，30秒了。30秒。那每隔100秒都会有一个人强制被宣言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但他只要躲过那时间就是胜利。那反过来，你能够杀死宣言的那个人，你也会胜利。哦，可以理解吧？可以理解。好，那就来，噔噔噔噔噔。宣言，走起来！会，哇，这张。为什么发自己是显形的？你发生什么事了？对啊，发自己直接显形的。什么？厉害！直接躺在这里，躺在那里。我讲的，没有，那不是我讲的。嘴，我的嘴巴长在我身上，天！什么鬼？乱说什么啦？哎咦！哎，二零，二零拿了5颗星，二零拿了5颗星，好快！太快了！你还可以逛，它还有上面可以逛。我拿5颗星来打我啊！都团团拿的啦，哪有？我没有一个都没有。哦，现在当老板就是这样子了。我刚刚看到哈基来这里，哦，每隔50秒重置一次。哈基拿的啦，拿箱子开箱子出来的，我没看到。有。哦，还有那个你 Q 东西出来，地狱之心那个不见哦，没事吗？不见。还是会回到身上。好像放在箱子里，不会不见啊，身上不会不见。哦，没电了，等一下。啊！不要丢呀！不行啊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所以他没电了。他的那个房子的角角。不要啦，我换好了啦。我们都来了，希望是没电池的。宣言喽！不要啦！不要！会是谁呢？发发，好希望是你哦。啊！我怎么？因为你在他前面是不是啊？没有，蚂蚁你也不错啊。发发嘞，哇，找到嘞！哦，强制的，我是小雨啦。他在哪里呀？我是小雨啦，我是小雨啦。他在哪？他在哪？小雨，小雨在哪里？出来玩啦，发发，出来玩，不要躲啦，我们是小雨啦。那小雨，你出来玩嘛，小雨。小雨，不要！小雨，
哇，拿错了，二零，现在你身上，二零也身上，包包拿钥匙跑人啦！等一下，不知道怎么下来。好像一分钟哎，三十秒好短哦。哦，三十秒，嗯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怎么下来。你在哪里？你 shift， 你 shift。哦，对不得吗？对对对，好。你来我们啊！我在矿车上面。阿南，你怎么了？打打很精，打打花小老鼠吗？上分台下负了。我不知道。20成功了，太快了，对，三十好快哦。好快哦！20这样对吗？20，很棒，可以找到那么多颗。我就说他拿5颗了，你就不想选？可是刚刚5颗就没有宣言历史的高票。你讲的话记个六折，六成就很了不起了。OK， 然后要准备有人强制宣言了。哦，谁？我在楼梯呢。好，绝对不会是我了。包包，包包，我是谁呢？哎呀，天哪！哇，第一步在哪里？第一波呢？第一波，你是在某个老位置啊？哪里？对啊，老位置没有啊？在哪里？我老位置看过了。这里，哪里？哪里？大宅下面，大宅三角吧？是吗？等等，这里哪里比较下面？这里是哪里？哪里是这里？我一直乱看，他隐形不见了，妖修哇！不见了，妖修，妖修太让我都忘了。哇！不要讲这里啦，听不懂啦。对呀，这里都是木啊。我都教过你 F 3坐标了。对，超难有没有？哦，记得不说话哎。记得说话。我觉得很恐怖。团，他隐形，他隐形。他在大宅。开门！哦，还是你们一颗，给你，你快跑，你快跑！啊！差一点！哎呦！哇！我可以吗？他一下！你快跑！巧克力在那个。商店，没有，他在地狱门。商店，他在商店，他在地狱门。哎呀！完了！你快跑呀！你是屁王的概念吗？你哦，我们只能集资过关。哎，好难收集哦，怎么比上次还难玩啊？因为上次比较强，上次比较强，应该蛮多的才对啊。对啊，都被迪叔先弄走了。还有二零，我还有。宣言改60秒哦。好。晚上的这一关哦。好。让大家。大宅预备，全部人都在大宅干嘛啦？你怎么是那一中间的人啊？对，有一中间人，还在等哦。我点很快哦。我说，哦，哎，敌人空下，太厉害了。哎呦，太准了吧！哎呦，好强哦！哎，我什么都没有哎，都空的，大家什么都没有，空的，他还被人家入侵呢。你又拿了2颗，我们本来就2颗，这个下，什么都没有。天哪，空的，你康康，口袋空空。我已经看到一群人守在箱子前面了，守护着箱。就是感觉等下在箱子就换人了，箱子就消失给你看。守护箱子，守护箱子，一些点位。嗯，哇，这个还是空的，我在哦。它虫子还是空的。你说你那个小房子里面的吗？他伸在你脚下，就打开拿走了。
被拿走了。我超坏，我在这房子等很久，你走进来的哎、欸，要好好排队好吗？他跟着小雨走了，跟小雨走是不是？我要跟小雨走那个喽。啊，那呢？准备要宣言喽，强制宣言喽，要跟着你走。完蛋了，我半颗都没有。下不去，我也是半颗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没拿到。哦，会是谁呢？谁呢？噔噔噔噔，是我的，走开，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还是没有哎，还是我。一分钟，有一分钟，在哪里？啊，教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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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楼下，楼下，楼下，教堂，教堂，教堂，往左边，往左边。市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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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，市场，后面，市场，后面，最角落，他往最角落走了。包围他，包围他，欢迎上啊，欢迎行。好扯哦，别别，说不定他还有别的道具。他不是说他没道具，怎么一堆道具？他往大宅了，他往大宅了，大宅，大宅吗？大宅没看到。大宅，小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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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我们的启蒙。一分钟，一分钟，瞬间难度变高了。对，难度高。小雨，我们的好队友呢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开始。你在不跟迪叔吗？总是跟他。我觉得跟董阿发现在都单飞不解散了，是不是？你都不祝福他，天哪！对啊。单飞不解散。对啊。救命啊！这里好像没啥东西，我的人都不能信任，都被拿过，这里都不能信任。我要跟迪叔走。哦，要修，哦，要修，说明是爸爸哦。不是，迪叔几个了？迪叔几个了？一个。我可以给你两个，要不要？不要！好可以哦！自己的礼物自己培养，送你，送你。Red the set， 你打开。宣言，繁星，繁星，繁星。啊哈，不是我啦。好，你在哪？爸爸在你旁边，在你旁边。我旁边没有啊，旁边在蚂蚁呢。哎，晃过了，晃过了。他是不是跑到上面？巧克力五个了。在你旁边了，我不是在你旁边了吗？真的是在我旁边呢、欸！啊，抓到你了！抓到你了！你名字给他。你去哪？怪怪的，哦呦，迪叔很凶哎、欸！讲到西瓜区，西瓜区，西瓜区，西瓜区。西瓜区，阿基也五个了。阿基在大宅，大宅，大宅，阿基在大宅附近。没有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你在这里的？你来了！天哪，二十秒！阿基，还能那个小宅小宅西瓜区西瓜区小宅西瓜区西瓜区想淹死我！西瓜西瓜南瓜南瓜南瓜！六五再见再见！啊！死他了！好可怕！好可怕！还有机会哦，你们还可以集资哦，不是？阿基，我刚是要被杀的，你怎么就是看到我就跑啊？集资还有希望吗？有吗？没了，缺一颗啊！没了没了，都空的，通通空的，缺一颗，我缺来不及啦，听说来不及，把那个给我拿回给西哥姑姑，好难哦。爸爸，我都跟你讲在你旁边了。有啊，我抓的啊，结果你一溜烟就不见了。直接在妈妈面前。没有，那时候爸爸还在屋外，然后脚下的箱子，我想他应该不会进来吧？就他真的敢动我脚下的箱子。快啦！好晕，好晕。那我们最后来一个翻箱王。好玩的，很像很多是拿到星星的人可以砍人，拿到星星的人可以砍人。对，刚刚是拿到星星要被追嘛，现在拿到星星可以砍人。那你最后时间，如果你是拿到星星的那个发光的人，就会获胜。懂意思吗？懂。
最后是那个发光的人就会获胜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、啊。哇哦！啊，焚香王啊！哇，很香啊！哎、啊，我可以放我自己头吗？应该你要先把你的头躲开、欸，应该是空的。看到东西，那真的有鬼了，真的有鬼了。要那么火开，会很多西瓜。哇哦！我第一次听到爸爸这样说。爸爸你怎么了？结扎了！啊，你头要被打开了，你头的结扎了。完了，好有负义。好像三颗对不对？三颗这么少？要找三颗。干嘛呢？三颗你就会发光，就可以砍人。哦，要三颗。我也是干嘛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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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很容易可以找到。有吗？有吗？啊，对，想起来了，互摸一下，快点。互摸？那不是应该没有开那个吗？谁是杀手？你好像有开。哎，你摸太多了，好痛啊！摸一下，会翻箱王的就会知道了。重置了。阿手小孩不开，可能打起来了。哎，打我两下，打我两下。真的，他都不要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坏不开，刚没有看到你在打。可能在打你一下吧。嗯。数第二楼。累死了，你在打一人。快宅人把他的，我觉得我可以去。哎，达达，哦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家里还有一家大小。我也有啊，达达。你是不是三颗了？达达，没有，达达。我的剑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下来了。收起来了，我收起来了。我两颗。哎，那过来过来过来！你要干嘛？一只箱，不能丢啊！有要几只啊？有要几只啊？你是不是想杀我？你保护我，你保护我！哇！乖点，同盟政策。等一下，你还是你还是哦？啊，还没有人拿到啊？还没人拿，换你了！哎，表哥又换掉了耶！来砍小雨啊！不要！太多了吧？大家都在等哦，好奇葩！不要逼我吧！哎，不要这样！哦，你满血过来就知道事情不对。对，小雨，你什么？哎，你干嘛？现在是谁？现在是底数吗？换了，又换了，又换了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我要摔死了！我们一直在被追啊！你为什么偷看我？我想要说你过来偷看我，就不当不行了。我想说你们没看到我啊！好啊！这个是指南刀了，箱子重置了。你是不是有鬼？巧克力，你离开我！我已经换走了。哦，你去换走了？啊，你怎么会换走？啊，你是鬼吗？好像是哦。你看看我手上这个，快点！我不要，不敢看，我不敢看。那你来看。哎哎，是谁？是二零？又被转移了，又被转移了。二零啊，我没有啊。你怎么跑这么快？完了。哦，哎呀，团团，你还想要抢我东西啊？彪彪，团团加油！这是我的东西。哦，面面包好好吃。我没有希望了。我一颗都没有，我一直在逃命。再一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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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团还你嘛？从面面包还你吗？你让我，给我的，那等一下前面
因为箱子招一些，我们没有星星了。技术都没有了，啊！哎哎哎哎，给我过来！我脑袋挥空，没有。小雨，你回头，有一颗可以给。快点！啊，可是我一个东西都没有。我啊，不可能！你输，快点！真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团团了，今天好像比较好找得到呢。六颗哎，你一开始就先，然后后来又压走，好扯哦！你怎么可以带自己星星进来玩啊？好带啊，美洲进口的啊，哦，好扯啊！你通常最后都是狂转的，就大家最后一轮完全没有拿不到，拿不到。QQ， 这游戏好难玩，你要吃到15分，你是去另外一个世界啊！这游戏真的好难玩，我全场只拿了一个，其他都在逃跑。你自己想拿我跑架的呢？死了！对，换一张，好。好哦，一样的，对了，但算不到。哦，对，换一张，换一张，换一张。广告时间。好，五星好评怎么变成六星了？你为什么？我要去改你的评价了。改成六星是不是？对，六颗星星，没有六星好评，太多了。厕所一下，好难玩啊！这游戏，哎，卡，你多一个人陪你耶，我，来，哒哒 ，Hello， 大家要玩的是，要玩的是背叛者，大家什么？这个背叛模式呢，就是一开始会有两个鬼，他会来追大家，但是随着时间经过，也会有人，也会有人，也会有人，没有，就是鬼会轮流当的意思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只要蹲下蹲30秒的话，那你也会直接变成鬼。哦，为什么？就是一个背叛模式、啊，你要背叛大家，努力的背叛大家。哦 ，OK， 骑士蹲下来的人吗？啊，没有，不是、啊，你就蹲30秒就会，但是那蹲30秒就是，比方说你蹲了20秒，我已经蹲30秒了，那就变我当鬼，那你的30秒要重计。嗯 ，OK， 那如果假设我在这个时候玩萝卜蹲29，那他会重计吗？还是会从零开始？对，就是哦、都会重计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不要萝卜蹲，持续蹲，不要站起来。你一站，你这秒数就没有那么多了。OK， 好，原来如此。蹲着，永远蹲着30秒。嗯啊，你可以就是蹲10秒，站起来，再蹲10秒，自己会累积20秒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对，麦块的国际礼仪没有用哦。麦块国际，不是蹲蹲吗？见面先蹲3下。对啊。那我们就来背叛模式。好的。好的，赚钱努力的跑起来哦。好的，好的，有二人到了吗？团团到了，哎，确认一下哦。还没，是我跟发发还没到，完了，玩到随机地图了，我错了，完了，我是哪一个？哦，你错了，完蛋了，哎，我按到。啊！跟随机模式，没有，没开始。好，那没。我想说，他有这个全随机模式，秀一下给大家看。哈哈哈哈哈！关，怪怪的。你是想秀地图给我们看？我们懂。闭嘴！有背叛模式，背叛模式。好，再看看有没有调好。蹲下。蹲下交换哦，好，一开始就打打哦，好，走起来，哦，打人就对了，打人就对了，对，看到人就打，对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你也可以打，水好死，
对哦，记得不要 1.8 打啊，慢慢挥。我们自己的啦，我们自己的，我们是自己人是不是？哎，按钮，按钮，按钮。按钮按了，好，我按哪一个？哦，按这个吗？干嘛？他们很久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好，走，跑起来，快跑，快跑啊！哦，我会飞是正常的吗？对不起啦，宇宙区，是我带人来了，来啦，预备，宇宙区，发射！太空战了，太空战，发射！哇！啊，对不起，快跑哦，快跑，黏住了，跑哦，哦哦。好哦，等一下你们里面会有个人变身哦，注意哦！对，我要跑了。巧克力狂蹲，巧克力狂蹲。注意哦，你们有人变身了，我们要变身了，我们要变身了，你确定还要这样追我们？哎呦喂呀，竟然没有成功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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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边有人变身了，有人变身了，有人变身了，一发了。哎呦，在里面有叛徒，里面有叛徒了。没有没有，里面没有判。呀好哎呀哎呀呀！啊，为什么有人被关在里面？里面你背了好多箭。哎呀！哎呦！就变身前被射了好多箭。完了！哎！哎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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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你不是喜欢西瓜吗？同月同日生，同月同日同日起，同月同年同月同日杀掉 BOBO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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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不要，都不是我们呢，迪斯跑，迪斯跑了。嗯，准备啦！我那个爆音，哎呀！打他，哎，会哦，打他！我还有杀手传送，哎，这是退的吗？哎，退的，他跑走啊！哎呦，杀手啊！哎，不是，他在这个，不是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宝宝来了，宝宝来了！哇，你好会射！哎，是谁啦？好了啦 ，BO BO 啦！传送，传送，对不起啦！我面包，我不起啦！我奶酪，没有啦！我要做点什么？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、欸，完了，迪叔没事，迪叔没事，他跑走啊！二零，哦，二零等下变身了。我打了，二零变身了，二零变身了，都没变到哎、欸，我好惨哦、喔！这边有他，哎、欸、我变到了。你变大了，哎，这里变大，这里不行了，哎，哎呦，啊，二零追他，二零追他，他必须得，我就这里，就这里了，二零上吗？我怕你不要那个哦，后面，打他，来打他，会射，不是我吗？没事，打他，这里放掉。鬼都来了，鬼来了，对不起，大大，啊你，我的信赖度才久一点，我才可以去追求。我在哪个那边蹲呐？没有，那是波波。二零，你这还敢射你？二零，完了，你太会跳了啦！哇，没了！你们是不是神经病？哦，我好紧张哦！我第一次跟跟着我们一起过那么久，不要！一起，妈妈救我！妈妈救我！救你！你打太快了！不要！哇哇哇！爸爸！怎么进去？啊！走反了，走反了，走反了！啊！有坏人，有坏人！有坏人，坏人！哦，等一下，还要再120万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坏人进去，没有坏人在里面。白痴！啊！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在正门，正门，他们在正门，他们在正门。啊，对不起，有人夸变了哦，我又没有信赖逃生者的心情，我走了。阿志，
嗨、啊，很开心嘛、啊，彪彪彪！啊！救命！队长救命！炒面面吧！快找店长要，快找店长要！哎，我是谁？哎，彪彪！谁？彪彪！我捞你一命，我捞你一命，捞你一命！要捞你一命，捞你一命！我操你干嘛？你们店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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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店长，店长，捞你一命！哎，听说凹凸姐妹花是不是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还完成了斗艺。还有二零呢，小雨，你刚刚把我杀死了。我刚哪有？我刚哪有？你说离开，你说离开。小雨，我没有，我刚没有砍死你耶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，阿北店长，是啊，他砍死我，对了，店长救命！店长，哎，我跟你完全没有恩惠。杀手成。店长救命！追人啊，你追人！店长加油，店长。追人的。啊！在哪里错了啊？叔叔，叔叔，要修哦！这刘团团呐，团团吗？店长就店长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那个啊，刚刚饶我一命，我要还他。不是啦，不是啦。虽然死人不能讲，但是我觉得很紧张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有意识到，来不及了。对，发红了耶！啊，先走喽。老我追人，天哪！有达达会玩的吧？达达其实也会变的、欸。我差点被达达杀死。有刚刚那关因为有那个啊漂浮，所以你不能跑跳，但是接下来这关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就是跑跳会是最快的。嗯，阿基走。相位比喻，它在过程当中有一些好像是绿宝石吧，你踩了就会跳跃提升，可以跳超级高。原来如此，各种短腰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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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腰。那就来看看谁是叛徒，两位。哎呦，我跟迪迪啊，一选就是你们啊！哇，哇，三哥吗？姐妹吗？啊，哦哦 ，no， 哦，不要等，要等，那不是按吗？哦，嗯，对啊，要先按呢。哦，先按，要先按。嗯，那等下我要等，要等，再按，放出去。楼下，楼下按，楼下按。这个要蹲吗？楼下按。没有没有，我们等一下被放出去了。我要走，快等。哎，要赶快先逃了。哦，逃命哦，逃命哦！哇，啊怎么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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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来了！杀手可以按一下吗？杀手，有了有了！杀手可以帮忙按一下。为了你们将来，不要不要，完全不听哎！好，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好，我去按，我去按。什么？不会跟这两个同盟吗？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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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！哎，要不要店长？不要店长。他一起来嘛，对不对？来啦，加油，店长！来嘛，小雨。哎，我找不到按钮，在哪里啊？我们缺蜂蜜口味的。好按了，店长，快死！按钮在上面。Oh my god！ 我听不到，不好意思。按钮在上面的黄金砖那边。哎呀，完了！你为什么想射我？我走，当然射你啊！再见，再见。为什么想射我？因为你变态。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换？因为你变态。你为什么想射我？为什么想射我？为什么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花花，你们在干嘛呢？你们很可怕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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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因为你蹲很久哎，你不要再蹲了。我在这里太久了吧？蹲很久了，三页很少，喊到我都红了。哎，怎么又没有了？可恶！达达换人了，达达。Hello， 因为我有杀人，因为我超强。不要不要！哎呦，哦，
不行啦，你别蹲了，二零。有，哇，很会砍耶、欸，爸爸。小易连躲都不躲，可是我还没写，我要先喝水、啊。哎，捡一个 H 啊，就可以追着哈记，然后回头看小雨。哎，好吧，那就也追。你说我看到了哦，没事，对不起，发飞，我拉店长。迪叔在哪里？迪叔，哎，你跟我说说。刚刚迪叔在对面，那个发光的有没有看到？哇，真美，真美。你干嘛？去找人。好，叫我去找人。摸不到。然后这边有一，这边有一位。可是那好远哦。你让我的信赖度快掉光了耶，怎么办？这里有一个小猫咪。小猫咪，你的信赖度要没了，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下你。啊、不要啦，我要钻下去。你以为钻下去就躲得掉吗？店长，快逃！店长，拿去做！你变成食材了！啊啊！对不起！对不起！哎呀，吵！达达，你别走不？达达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店长，你二零这也不行啊！你要不要当食材？当食材，哇！杀手传送，嗯，对耶。波波，你在哪？在你心里。哎呦！祝福喊他。我要换掉了。二零，阿迪叔，你哈？你在哪里？这是迪叔喽。没有，他怎么在这里面啊？哦，这么高啊，追不到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天哪，迪叔没看到，我觉得我要假赛了，要追别人了，他假赛了。Oh my god！ 我的天 ，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店长啊，哎、欸，屁嘞，大人吧，哎、欸，你刚跑到迪叔旁边，好神奇，店长。有人今天吃霸王餐很生气，霸王吗？霸王餐，霸王餐，霸王餐，二零，怎么了吗？迪叔，哇，谁是我？哎呦，我掉下去了，你被高真空吸引，追啦，掉下来了。哎，那下面的迪叔，下面是迪叔，追他，追他。追他，包他！我需要脆迪叔，新商品，脆迪叔，新商品。哦，这两个人在追哦！我的天啊，脆迪叔啊！你这个巧克力，这个拜拜！我还有下一个目标，一直在那边射箭，哎。彪彪在超高哎、欸，他在粉色最高点。我是粉色珍珠音调，你放心吧。粉色珍珠音调是什么？你是绿色的。哇，他那应该是角落慢慢跳上去的。嗯，二零，我去买一飞冲天了。去买一飞冲天，一杯冲天哦，对吧、啊？另外一张的那个道具。快上来了，二零，不要跑了啦！我觉得没办法跑到他那里了。二零，我的天哪！喂，彪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快了。二零，我变了啦，不用追了。真正宅基地高哥，高哥，太完美了。世界冠军二零，我真的变了啦！你可以回头看，你可以看看我。我跟你讲，世界冠军跑这么高啊！我是高空，不要啦！快到了耶！对不起了，一样下，帮我们一起逃。二零，不要啦！对不起了，这差一点怎么进啊？天哪！要从上面旁边。二零，秒速快到啦！安全！哎、欸，那个杀手，你直接传到我旁边，应该就一起进中间了。好啊，
好的，嗨，不行，你离开小队。哎，我活很久哎。哎呀，最后三个我到的，而且我是从波波那边，然后跳，刚好就直接跳到允月旁边。哦，波波，波波，挥泪斩允月 ，QQ， 我难过，就差一点点，我就可以直接进去了。我也是差一点点啊，你要怪巧，差多了。你刚刚那张图的逃生区在哪里啊？正中间，中间上面，我们原本的复活区，就是我们起始点的。嗯，对，还要从旁边跳过去。那接下来是可怕的商场哦。哦哦，在打工仔喽，一起去抢人的店打工，打工打工打工，欢迎打工打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蜘蛛网遗书掉了没？打打打打小雨。请问小雨需要打工仔吗？蜘蛛网还在，蜘蛛网还在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赚钱，所以赚钱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赚钱可以，赚钱可以的，赚钱，然后我们可以帮你赚钱，阿达，阿达不要赚钱，他只要打人，打这个木头有没有就会有钱？去工作，去工作。对，他这个这一张地图有很多的村民，他都可以用绿宝石买东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对，所以我们是帮你赚钱的。哦，好伙伴，对，要蹲着。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快二十块了？二十块了，赚！告诉我们一条生路吧，大人。还有什么杀手没拿到钱？有吧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有吧？你水太多吗？你是不是水太多？你物品栏都没有啊？哦哦，水太多是不是？还是因为他改故意改这样、啊？改错了吗？那我要开始。真的没有哎，真的没有哎、欸欸！我打了，我打了，我打了！天哪！原来他改是改这个。我怎么换的还是这么近啊？好了好了，换位置哦！打打打打打！繁星繁星繁星！哎，繁星，买那个我有两组多的钱，我来买。你好夸张！哦，等一下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啊！发发，你传我干嘛？发发！没有，我有八个，我有八个，我有八个，我八个。我在反反追，传你过来安全呐！太多了吧？安全呐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啊，这个我打不下手，这个我打不下手。我看着恶灵看旁边，然后还可以赚钱。不要不要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要打！钱怎么那么多啦？来这个好像没办法哎、欸，遗书遗书，受不了哎、欸！时间经过也会变啊，对，你要一直逃命。遗书准备，遗书咬着牙一下子就过去了。遗书加油啊！遗书翠翠，哎，钱没了，没了、啊，钱没了、啊。刚才太夸张，太夸张！我一个人砍六个，不是，哎呦，我按太快，把两个传送一起用掉，传小雨跟那个谁音乐过来，对、啊，一堆人，哎呀，这一场再一次哦，我们等下把那蜘蛛网拆了，好、哦、好、啊，没有蜘蛛网了，哦，早该拆了，死打刀，哦，我们小雨跟小雨。哎，杀手没钱拿，杀手要砍人。那这样子，杀手要砍人了耶！我们要走了。嗯，人去拆蜘蛛网。按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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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等我按按钮啊！啊！我只拆那两个蜘蛛网哦，还有别的，但是就还可以。还有别的。
为什么杀手在赚钱？杀手在赚钱。杀手打工，我们也有钱呢。啊，为什么？谢谢杀手，谢谢杀手。可是他们钱会比较多，赚的比较多，我们赚的比较多。没有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牵制他们。为什么小雨没有钱？小雨没有钱。小雨男生没有钱哦，没有钱。小雨当打工仔也没钱。哇，你去砍人，去砍你叫、啊、你去小雨，你是义工哎、欸，然后就换人了，啊、不要脸了你。好人没钱，那坏人也没钱。怎么的？我惹不到他、啊，躲在角落。哎，上面上面，楼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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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嘛啦？等下团哦，丢丢嘞，变回人就有钱了。下面他也在那边打，在下面那边啊，还在打工，打工啊，工一起。我跟你讲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不行了，砍他，砍他，砍他，赶紧砍他！哎，他上二楼了，他上楼，在楼上，在楼上，去找他，去找他！不行，我可以帮你，还没有，他在二楼，还在二楼。哎呦，我要走了！哎，太帅了！哎，偷打工啊！偷打工！在楼上，还有三楼，我只买个防身的哈。哇，连团长也要打工了。我没有钱。有啊，你没有钱啊，你没有钱啊，我不打工了。我觉得我等一下要那个了。打一下，打一下。又不是。哦，杀手在买东西。我没有买不到啦，我完蛋了啦！哦，有啊，我这边有，你要先打工。我去打工，我去打工，去打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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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工。打工杀手拿到钱啊！就只有你拿不到钱吧，我觉得。杀手有多钱啊？杀手现在都12块，怎么跟鬼一样？然后你在打工，在努力打工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没有在打工。哎，小雨，不是5%而已，我那手好酸啊。哎、欸，巧克力派！快快快！哎，要求我吓到了，鬼都在楼上，鬼都在楼上。对啊，鬼在楼上，鬼在楼上。等下宝宝来了哦！追他，追他，追他！这是你的处女秀，追他！处女秀。我又去赚钱了，他现在很多钱，最多钱就他了。哎呀，低速啊，这是找死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低速。他作死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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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了。什么？杀手？巧克力的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快点，我买那个啦，买好玩的。我在追追你的好姐妹，追好姐妹，不是好姐妹，你的姐妹白痴哦，你你的那几率怎么那么高啊？这什么都是奥秘啊！哎呦，我不小心掉下来，你要摔死了！哎，你怎么没有摔死？哎哎，你还有吗？你还有吗？在水里，水里，水里用啊！啊！哎，没了没了没了！哎，谁？怎么跑那么快啊 ？BO 啦！因为我们是被你们灯下变的、啊，会有很快速的跑掉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关人了 ！Oh my god！ 关人了！关人了！还有小啊！我关人了！关人了！关人！我要没有那个了，快点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！被打，开我，被打，被打，开我，开我！啊啊啊！被换走了，换走了，被换走了。回答你要，你要变脸，搞错了。我刀，对对对对，反心跟打打。不是不是，我是你的朋友。有偷偷打工仔，我觉得。哎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啦！打打打！不行啊！啊，中间很会哦。不，人家团团都打工。
拯救那些流浪狗跟流浪猫、欸。哎、欸，金色画面露出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所以被冲出去了，打人了，把你们打的找绿宝石啊！有赚很多，哎呦，打的很会射哦！哦不，他自己在干嘛？哦不，对，打你们得下手吗？我下得了手，下得了手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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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不了手，我就买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往我这边抄，我换一个过来。阿纪还在吗？换他几率很高啊！什么？那怎样？这是谁？是我。拿一个，是你阿凡？哎哎，阿哈纪吗？我帮你拉过来。不要！还有月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又是你啊！真的拉到你，拉到了！哇，游戏你妈真的是你啊！哇，游戏！哎，我还有加速，我还有加速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哇，跑走了！哦哦哦！哦，你好快哟、哦！哦，超快！他去楼上了。刚刚被你们变走啊！然后再去买，再去买，再去买，没那么多钱啊！没钱了啦，没钱了啦！哦，有我有啊，我有啦，我有啦！你有，你有，你有，我有啦！你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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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！啊，去查一刀，把你查一刀，把你查一刀！小心太远了！你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打你！我变成猎人喝水，不好意思，来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！我下不了手，我下不了手！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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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！我下去！来来来来来！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我下去，下去！耶！我装水瓶啦，白痴哦！白痴哦！水瓶装麻烦，你好容易被拉。太有趣！你真的都是被拉，一拉就是哈基。然后我蹲下，剩三友被隐约拉走，我说哇可恶，赶快上去蹲。好玩，好玩，世界混乱，这就是背叛者模式。永远会被拉的哈基，嗨，嗨，嗨，那有戏，那有戏。大家打工很开心。嗯。我最后来玩一个老地图哦，是1.15.2 哦，好换个好酷啊！那是什么版本啊？1.15.2，好久没开了哦，这是什么版本？好久没开了，这我在阿妈1.15.2，厕所一下，好 ，OK， 我很怕出宅，看一下哦，不用。应该不用吧？什么版本啊？1.15.2，还是你只在呛？没有，要先理清这顺序。所以版本多少啊？1.17啊！啊，一滴哦，啊，真脏啊！要求，哎呦！我还在读取画面，是这张啊，凋零风暴。哎呦喂呀，没错，什么东西？我在读，好像很卡。我现在没有回应。对对，没有回应。把我们被风暴炸掉。有了，他可能很多头，就他太多颗头了啦。我也太多了。作者，你们看到有没有？他直接大改版、大更新。哦，确实大厅都变不一样了。这是什么？之前大厅当。应该都不会有问题了、啊。你说没有特殊的那个吗？有任何问题一概不负责。之前从没屋顶变有屋顶了。头还是一样。为什么把出去了？你怎么掉的？凋零风暴，它后来是有更新新的地图，只我们没有再玩了。嗯，但我们找一找，应该就可以找到新地图怎么选择了。好。哇，好多头哦！这个吗？设定是？对啊，怎么没有猫走出来？学校地图有了。哦，预设是300秒，5分钟。回答最简单来说，就是正统的鬼抓人。正统的鬼抓人。一两个鬼，忘了几个。
忘了几个。然后好像他抓到人的话，你也会被感染成鬼。我也会感染成鬼。没错，那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努力的逃跑，活下去，好吗？那一开始的凋零者是会有职业可以选啊，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能力，你就可以自己看看。OK， 大概就是这么简单。原来如此，就有超能力的意思。没错，那谁还在厕所？谁？什么？有人在厕所吗？厕所举手，厕所举手，我还没登进去。哦，还在卡。我刚进去的时候卡住，还没登入厕所，还没登入厕所，连厕所都有热门的哇！小爱人来了，厕所可爱，人数到齐。哦，小爱人呢？一键设定。好可爱哦。会吗？这个就是会干走别人橡皮擦的那种小矮人吧。随机分队，繁星就是首先的凋零王。哎，一直偷看人家。繁星，拔出那把圣剑吧。碰我拔吗？拔！哦，拔！要拔起来的啦。拔起来了。450秒，然后他还有新的随机事件。哦，然后他预设的就跟着预设。哦，啊卡了，哦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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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卡卡卡卡卡卡，恐怖的凋零王来了，快跑！我材质包还没换就破图。哎，他怎么？我还没换材质包，啊，应该还没那么快出来吧？没有，材质包吗？我靠，材质包，躲起来躲起来，这有特效还是？这材质包吗？一定会有各种神秘的隐藏点，可以去找找。这里居然是。这个游戏是超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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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巧克力自己的用到 1.6 啊啊！我自己某些地方好卡，不行，他太多头的感觉，头颅太多了，头颅太多了，哇，卡住了，咦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好一点了，我现在进度条才跑到一半呢，哦，所以一开始有很长的时间可以逃，对，因为他上面有道，哎，他有椅子可以坐，哎，你坐啊，好卡，来你坐啊。我不敢，我的卡哎！凋零转前区，哦，右转玩过吗？一二三，站着穿，有秒死秒死，等一下，空山空山。数学第一课，当塔西吃了悄悄，又找到一个很神秘的点哦。我想要找到神秘的点，可是这里感觉好无趣啊，又卡了。哦。小雨，我们一起跑，我们一起跑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。怎么洗钱？不是要打那个怪吗？哦，白痴哦，对，哦，我以为拿着就有钱。凋零王，只有玻璃。哎哎，要洗碗，洗碗，好卡，玻璃在底下。不要，我跟你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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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需要，死了带不走，我死了带不走嘛。哎呀，钱嘛，我靠。我靠，子弹好饿哦！团团，我觉得我们这边其实蛮惨的。为什么？还好吧？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有啥。哦，这边就凋零柔柔哎。对，因为那边不行，所以它其实就是 A B 点。啊，那好像很没有很强哎。没有很厉害。哇，物欲很强。完了，我要读一下图。努力。等他们跑到一楼，我们现在在4楼嘛，我们就可以离开了。对啊，反正努力。是四楼吗？啊、还是三楼？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呼，哦，凋零王到底？凋零王在哪里？一个大棒棒，好棒哦！李叔，你们刚刚那里安全吗？我们那里不能走吗？不安全，我就走了。居然啊！我们完了！给钱，给我钱，给我钱！好，我给你钱。好，去死吧！李叔，李叔在一楼啊！哎，好小哦，这里。他这边地图真的很小，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去。我学校这张图没有什么地方，然后头颅放那么多。李叔，李叔。哦，我好无力哦，好无力啊！这里真的没死地啊，死定了！李叔，你怎么这么多血？李叔，不知道。安心上路吧，李叔，快跑！团团后面有人。
你说你怎么在逃？你怎么进家啦？我在打一场篮球。打篮球。篮球。好可怕。篮球。哎呀。Okay, 我把你找巧克力啦！哎呦，太可怕了！阿雷里奥，你要当球吗？不要啦，我要换你当球。那进不去，那进不去，那进不去，进不去，我被骗了。那这里嘞，死路，这边死路。进不去。快乐团团，怎么还有两百？再会，哎呦。还很多时间也太久了，二零好像有 IT 在跑哦，好恐怖！爸爸还活着，爸爸这里的活着，打他又砸爆了，又揍爆他就对了。你也还活着哎！哦，这边好，我不在，我不在，我先走了。最喜欢厕所了。好，我帮你关好门，我关好门，关好门了。哎，旁边这里，旁边这里，旁边这里。罗罗锤，哎，好笑名字。哦，二零，你好勇敢，二零。哦，居然有这种地方啊！右边都没躲。二零，你不要过来，哎呀！二零，别躲。直接壮烈牺牲呢、欸？对啊，哦，有没有找你们俩？你笑得轰轰烈烈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躲过这么久已经很棒了。哇，E K I 要过来了，好卡哦，阿里，好卡哦，出来玩，哪些地方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哎呀，你们怎么？可是他就是经过的阿尼亚里家，对，会红桃路。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，刚刚阿纪走进来，啊、跟我说，真的假的、啊？这么好笑？你干嘛？我想说有好喝的药水给你喝。你那么多药水，对，我还有这种鬼地方啊？没钱呢，我看很多屏障哎。那刚刚只有一些地方给你防身，给你防身。哎、欸，这边感觉也蛮猛的。他人呢？可以走的吗？他妈去哪里了？当你紧扣按钮。哦哦，二零二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下去？你按按钮啊，下来啊。你去把发发揪出来。你确定你不跑吗？我们跑啊！哇酷啊、哦！哪里按？哦，按钮。哦、有哎、欸，小、哦、小雨救我、啊，我没办法救你啊！你太莫名了吧？你们怎么在玩史莱姆啊？在玩，好玩。啊，我找到这个，哦，卡了又卡了。所以，看到人了，蛮超莫名的哎、欸。那小雨跑去哪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躲起来了。他这边是要去哪里啊？怎么跑不上去了？这是谁？没啊！你们在几楼啊？看到了吗？哦，你在一楼查得到吗？你在几楼吗？躲在这里不是超级吗？这里没人啊！为什么丢我？你还在躲在这里哦？我躲在里面吗？啊！不要！不要！你看我在哪里？这叫小雨啦，小雨，你看一下，小雨没有在指令区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跑出去。我曾经看过他在一楼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差点看，我一点啊。你是怎么出去的、啊，巧克力？哇、wow! ！我要知道怎么再走一次。哇、wow! 我现在卡在这边，我出不去。为什么？哎呀，他竟然总在偷切。这我不想按到了，我现在切了。哦，这边哦。角落好哇！我居然在当小蜜蜂吗？我其实没有想到我躲这个地方可以躲这么久了。哎呦，这其实他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很厉害，没有很厉害哦。这张图有蛮猛的地方、欸、哎，真的、哦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刚刚的地方更猛哦。来了，互相切割。
哎，小雨在外面操场啊，小雨在操场啊。哇，好卡，十秒，你救命！好猛啊，小雨。小雨的危险地方是安全地方哎。不是，我保护他。小雨，保护你。哇！我一直站在那个篮筐的那个旁边。我做这个烂搞搞，烂搞搞。主人快来了，小喽啰！主人被困在一个奇怪的小房间里面啊！哇！尿水丢，尿水丢他，尿水丢！十秒，五秒，怎么有人的药水还在那里？他躲在那边，好好笑啊！太猛了！好惨！好神啊，好大声的吗？你躲在小麦田哦？对啊，我躲在小麦田旁边。他保护色还是蚂蚁？一个蓝色柱子。好猛哦，蚂蚁！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吧？太夸张了！他的心里面已经跟我想的一模一样，我就去篮球框了。但是你没有保护色。啊、我们减少，刚刚是450，现在只有300秒喽。好啊。然后学校真的就只有那样子，因为它其他的都是另一边的。对啊。但是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很多厉害的点了。厉害的点。真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，看到蛮多，蛮不错的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打打打打，是打来拔出这把时钟剑，成为凋零王吧。你等下进去房间会有四个职业让你选。我是选第三个，我是选第三个。我来，我刚选第三个啊，看你要选哪一个，你可以慢慢读。对，哦，大家来跟我，想要的跟我走，一起走啊，好啊，在哪里？哦，啊卡，第三个，卡卡卡卡卡卡，因为我还记得那个，然后地方也不错哎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，下来，我带你去好玩的地方。卡住了，我回忆一下，应该是这边。做了什么？怎么那么卡了？啊，又卡了啊！好，这里都卡一次，这是可以躲的吗？这里不是可以？可以，让我这，让我这，让我这。你们干嘛？全部那么多人都来？哦，哎，你太聪明了！哎，卡一下。刚当鬼找他们找一找，找到这边来的。等下我突然迷路了，等下你快让我。对，太神了！我本去，然后等一下，等下我们低头看到鬼的时候按这个。那时候我跟你一起，他们可以这么自由，是很猛，很猛哎！在这边，我就在这边了。新世界耶！哇，好大哎！不过你来就不可以死哦。这边会了，会了，很好。就算我鬼啊，我也不会那个无法动弹。哦，这好酷哦！凋零不能动哦。哦，是不是可以连续玩啊？是不是跳下去了？巧克力抬头，巧克力抬头。后面，右边右边，那里面选职业，左边，没有啦，那边会出现。哎，你的左上方，左上方，行，在左边。哎，我们大哥，哎，嗨，你好，哎，你后面有呕吐怪，你后面有呕吐怪，慢慢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你看我选不选？慢走，好，这边感觉危险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他们下就变小鬼了，险哦。厉害吧？可是这边他们还是可以来啊，就是要赌命打我们。对，等一下，那我玩那个，你去打别人。其实我们拿一个棒棒站在这里就可以。那这个你可以做什么？可以买很神奇的东西。如果有个棒棒，他们过来，我会把他们打退了。这是什么啊？二零，你这样太 OP 了，太 OP 了。好酷哦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边就不能来了吗？那你到底他设计这样都是可以来啊？确定？你说看到这些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走吧。哎，是说刚刚随机事件是什么？没注意到哎。对，然后随机变好，注意到好。二零，你有看到我们 ID 吗？20。啊，20什么？我们就在你旁边。我在你上面。死了！我输了！我输了！啊，地主，地主你怎么死掉了？我在地主，我知道你们在哪里。我，哇，好累个。哦哦，你说我们有超强极客的东西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提超跑这边比较好？真的。我等我们的队友都死掉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。有本事过来啊，迪叔！这里好搞、
聊搞、啊，聊看有人被追了，聊搞他们的点一定不是我们这里。哎、欸，你会推挤啊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保持一格距离，你不要挤我，你别碰人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他就在里啊，他就在箱子里，是不是？他就在玩箱子。你在干嘛？箱子？那边看到哈基，逛逛我就迷路。真的哎、欸哦，他为什么？欸而且开箱子、欸，他为什么看得到你啊？我看到你的裤裤了，你这样合理吗？你看到谁的裤子？变态！应该是你的。灯、哦、开关。我的？哪里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谁的？哪里？音乐。不要再卡了。我好卡哦。要再看吗？啊、你还会卡哦？我看到迪叔了。卡、欸。迪叔屁股翘高高的，他进、啊、去了，出去了。啊！卡死人了。到底怎么了？哦，这地图这是啊，咋、啊？来回来进来，换换原本的那张。我看到迪叔游出来了，他低头，蹲着。迪叔游出来了，迪叔游出来，迪叔你想游去哪？他什么意思？这很他下楼梯了，他下楼梯了，上楼梯了，下楼梯了。哪里？你上来了哇！他现在上上下下，这里都屏障，哪里？屏障啊，那那边对面，你没看到对面吗？对面怎么了？大师兄在对面，迪叔啊！来回呀、啊欸！真的哎、欸，好远哦！哦，好那个、哦欸。你们还在那、哦？没有，对、啊，我们还在这边。嗯，哪里呢？哦，哎、欸，你还敢这样跳、欸？我都不敢哎、欸。你在哪里呢？嘿，爸爸，我们还在这兒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有被围起啊，好险！哎、欸，你们是怎么上来的、啊？找不到我。我现在也找不到，我回来时想想看。你们在哪里？哦、我们可以帮月月开门哎、欸！月月月月，我们 ID， 我们的 ID， 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很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你看我们 ID，、哦、对不起，有啊，来来，靠近，靠近，他那月月不是达达哦，哦，达达，乖乖乖乖，达达，我们在顶楼，月乖，月乖，真的吗？我们在屋刚在，我们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哦，这是哪里呀？哪里呀？月月，这边要从你们啊，那边我知道。因为我不知道、啊，你那个位置没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我精心设计的，没问题。你可以下去看啊，因为那个是入口啦，这边才是出口、哦。你可以下去看一下。他们在哪里啊？我看到哪里呀、啊？我们现在完全都分两边了。下去啊，能够等打安全，下面安全。我只要找到怎么上去的位置吗？对对。爸爸，你的脚脚露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迪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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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退回我们的点位，退回我们的点位。哪里哪里？你们好邪教哦！算是没有，你才是邪教，你是在哪里？哈哈哈哈哈！他们在哪里？下来啊，迪叔，下来啊，来啊！到底在哪？下来啊，迪叔！嗯，你死了。不是下去就死了那、啊、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你可以啊！你剩十秒，你出来啊！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凋零，凋零，凋零，活下来，活下来！活，凋零会复活，哪里？耶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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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永远都躲在哪里呀、啊？你说地图吗？都永远都死。我们，我跟包我在指令区，他们在屋顶。我在夹层里。夹层。对。就回去我们的城市，好不好？好。四百是很大哦，可以设定开，我们就全开哦，每个地方都可以去哦。好。好。啊，嘿，设定。笑死。秋代，秋代，秋代，我、哦、真的有学校设定区。嘿，设定完成，哦、那就来啦，来吧。所以达达，你刚刚是选什么鬼？我刚刚选第二个吧，我刚刚选第二个。啊，第二个，哎、欸嗯，第一个是剑舞什么的，不是吗？第二个好像是可以隐形的。哦哦。哦204202420420420拔出你的20剑吧20学这个换回原本的 哦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很大、哦、很大的地图很大拔出来吧哦好好大家尽量跑来了跑起 来, 来了
投起来，投起来。哇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怀念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，好恶心。啊哦，是不是有新的点位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不是那个跳超高的，然后去吸吗？去。噔噔。啊，还是到处都卡卡的。噔噔。有点，那就没办法。感觉这个比刚刚好一点点啦。噔噔嘟嘟嘟嘟。嘟嘟嘟。音乐又下可以了。喂。音乐下来啊。好卡卡。啊。这个有点hard的。怎么了？下面有油的，有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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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可以爬的。哎，怎么直接出现在我面前？哎，是啦，哒哒哒哒哒，就是啦，哒哒哒哒哒，就是啦。嗯，就是啦，阿贝。理论上那里应该也可以跳上去。哦，是这里。但它有些地方多少这这里就真的有屏障了，这里过不去。哎呦，要求！啊啊啊！你怎么摔死了？问号！不好意思，我错了。你们怎么在那里啦？繁星，他下水道很危险，那里很危险。真的吗？让我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哎，达达，你怎么在这 ？Hello， 那里下面有密道了。有啊。在哪里呀？觉得连达达都找到这边，这边很危险哎。不上不去了，真走这边了。麦当劳好卡，好卡。是大象多的地道，那大象很强哎、欸，没有就可以溜吗？那边没有出口。有有有，这边有出口，有出口有吗？好好好好，有有有有出口，有出口。哦耶、oh, ！以前我记得大象那边上去死路了，上去就可以出去了。哦、oh, ，有啦。我这边是死路。你会不会？二零，我觉得你大概没救。你贴近，你贴近，你贴近一点，然后再开门。贴近。再开，你不要蹲，你不要蹲，不要蹲，站好。你靠靠那个地板门那一边贴近。好，我贴近了。对对对，哦，有了。哇哦，达达也被收服了，是不是？哒哒哒。达达，你可以玩大象哦。哦，这边就是刚刚那水的地方啊。对啊。鬼还在麦当劳区啊，所以没差。那边有按钮，那边有按钮。哦，他从麦当劳出来了。嘟嘟嘟嘟嘟。哦。他在大厅，大厅。Hello， 在公园，在公司旁边，很惨哎、欸，有点尊严呢、欸。吸不到你，我这里有找到绿帽哎、欸。有有，你自己戴，绿帽自己戴了。二零二零二零，回头回头回头，另一边、哦、另一边，对，这边一直直走进去。哪里？那你可以进去吗？那里过去右转就可以看到人了。嗯、好卡哦！极速劲舞是什么鬼？极速劲舞被偷，让彼此拉近距离，什么东西？哦，二零什么职业？你有没有办法做事？谁谁？多杀一个人啊！二零，不要啦！我爸爸就把你六爆了，二零零。哦哦哦！为什么？后面呢？为什么？啊啊！要被砍了！哦，上面在打架，上面在打架了。哦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右边，右边，右边有个水可以上去。然后那个水上到最上面的话，你可以跳到旁边黑色的那里，你就会看到人。喂，你要到最顶端，你就可以从上面跳。我记得好像有史莱姆可以跳。哇，好，那边有个很嚣张的，你可以去砍他。好，在找，在找。我卡住了。啊，他卡住，他卡住，二零也卡在空中。卡住了。完了，我要摔死了！哎、欸，二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指引他走去。白痴哦、喔，给哇，给一点尊严啊！我怎么走去找你？问号，因为我在等你啊，波波，来啊！咚咚咚，哦，抢你了，波波！真的，谢谢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不要打打你，不要乱死了！我练水了，我变水鬼了！哇，怎么历史了？哇，等一下，局势不太对，我会历史了。打打，你先去找，带带我们去找他们。
哦，你要出多少？你要我出两块的哦。为了你现在的团队，去找吧，达达。嗯，不要啦，二零，别录了啦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嗨，你好，你是珍妮佛的佩兹吗？你怎么跳到树上的？哦，我用飞的啊。是吗？对啊，厉害吗？你这里是一个屏障迷宫啊，你自己加油。哎呦，你这里没东西啊，你别乱啊。这是迷宫哦。对。哎，好吧。好吧，你可以来找我啊。你那感觉很难跑这样去。我这一颗星二零。他自己看。哪里？等一下，我看看呀。我看你在嘴唇呢。看啊！哪里有？不是小象啊，不是小象。你怎么会没有打到呢？你是不是带我来错地方啊？这一颗星也太惨了吧！哦，我刚刚躲刺激呀！我刚看到凶杀现场。我怕。没有啦，你来了。哇！啊，烧死了！哇！我刚看到繁星跟波波在我面前打架，我笑死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啊，好搞笑！天哪，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要怎样了？王爷还活着，王爷很厉害。好肥哦！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你是不是在篮球场？哈基姐，哈基的位置也没怎么动。我在吃薯条。嗯，我也是从一开始在这里。优良视野，我也是在优良的视野哦哦。噔噔噔，可以捡钱。打打要不要钱？咚咚咚锵，买东西，用看板掉下来，回头，回头，有有个屁啊！你一直直走。啊、根本就不相信我啊，达达。在哪里？一颗绿宝石掉下去！哎，哇！你怎么掉下来了？可恶！啊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二零，你吓到我了，二零。可恶！二零，你没有把他推下来，二零。他把我打到这边来了，哇！可恶！还默默哎，还有一个，这里有屏障，一个团我刚刚一直都在巧克力旁边，你们是躲在哪里呀？他们在树上，树上跑不过去。哎呦，我完全没有看到恶灵偷偷跑过来，吓死我！会吓死的。然后叫恶灵打我，把我打到对面的树上。惊吓！谢谢二零，哎呀，二零那鬼呀，二零，我帮你找很多人呢。不是啊，二零刚上楼被我传到楼下去，你不能怪他。把、啊、那个按钮传送也是很容易把鬼传走。嗯，按到开始了，游戏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按错了，我准没有鬼，没有鬼。哦哦，要活过今天，不要鬼，让我们没有开心活下来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好，有够大声。太久了吧？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明天取消。好了，如果起得来，中午不热的话，热也很难。好啦，明天看日嘛，怎样吧？先这样。好了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去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